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节，新主祷告的时候，彼得、约翰从天去，有一个人生来喺桥推的，天天被人抬来放在天的一个门口，那门叫密门，要求今天的人就知。第三节，他看见彼得、约翰，仲有今天就求他们就知。第四节，彼得、约翰听见看他。彼得说：你看我们。第五节，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自望的车是么？第六节，彼得说：兼用我们都没有，只有把我所要的给你。我奉那些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走。第七节，于是他拉着他的腰束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脖子骨立刻全肿瘤。第八节，跳跳起来站坐，要行走。同他们进了天，叫坐、跳坐、赞美上帝。百姓都看见他行走、赞美上帝，认得他是那书藏藏在天门门口的救主之的。就见他所遇见的事，满心喜气惊讶。第二节，那人正差遣被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、约翰。众百姓一齐跑到他们那里，很觉稀奇。十二节，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：以色列人啊，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？为什么听见看我们？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，是这人行走呢？第十三节，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就是我们列祖的上帝。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，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，比拉多天意要释放他，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刺切他。十四节，你们刺切了那心洁公义者，反求索释放的该上诉给你们。十五节，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。十六节，我们认识他的名，他的名将叫你们所看见、所认识的这人彰显了，就是他所施的信心，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活了。十七节，弟兄们，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智，你们的忠肝也是如此。十八节，但上帝曾借众先知的口，预言基督将要受害。就这样忍忍了。第十九节，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那数按数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。二十节，主也必差遣所以天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。二十一节，天必了他，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上帝从创世以来接触中先先知的口所说的。二十二节，摩西曾说：主上帝要从你们之上中给你们献一位先知，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，你们都要听从。二十三节，凡不听从那先知的，必要从民众全人灭绝。二十四节，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，凡说异人的，也都说到这些日子。二十五节，你们是先知的子孙，也传述上帝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。就是对阿伯拉罕说，天上万族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。二十六节，上帝既显示他的仆人，就显现到你们这里来。师父给你们，叫你们各人非常离开罪恶。